老甜蜜了，老甜蜜了，具体啥甜蜜甜了我也说不出来，但就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我称之为感觉，对，我称之为甜蜜，我称之为甜蜜，就比如说。我们有一场戏就是哎就也是前两天放的一个桥段，就是他们崔家军运那个粮食往这边走嘛，然后我们是站在城楼往下看，然后拍摄的时候因为那个城楼特别特别高，然后田姐就骑在马上面，然后李妮就说哎你看，我就往下看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你看田姐，我不听，你看田姐皮肤太好了，太白了，都反光，你就那么远的距离，你说他就关注，就能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我说啊，确实是。然后两个人打招呼，隔老远，很远很远的距离。因为可以，这个很甜，因为我甜吗？很甜。我在现场不算。我在现场经常跟他们俩，就是有很多很甜蜜的一些往事，我都在现场就看到嘛。